Yo, What's up? Ready? Come on. 没想到新年刚应付完你妈姑前，现在还要解决掉自己的问题。今天口说很饱，嘴却继续在那里咬。每次回家，外婆就会说加多两碗饭，记得豆干、鸡腿，还有数不清的年糕。一不小心，我的天哪，体重我真不敢看，看看头了 ，Oh my God， 真的好大。裤子、内裤为什么你们通通拉不上？吃喝完了我都不睡觉，每天不停拜年，不停爽爽的拿红包。可是年后开工，朋友说不要睡觉，每天塞车做工，然后又回家睡觉。老板要你 OT， 不然找你 OT。 老板要你努力做工，做工不要停。说真的，年后上班真的超没劲，超想回到初一，然后找我老板鱿鱼。就会没有问题。我的天啊，又要开始每天请例行礼。老师早上好，然后坐下继续睡觉。真的超想回家继续跟我妈妈拿红包。功课开始累积，但我回家就是要嗨，不理功课，不理考试，不理全部东西。玩笑玩笑，我的天啊，考试就在明天，不理三七二十一，赶快通下 A B C。我会提醒自己，新年后真的不能自我放弃。祝我身体健康，恭喜发财，青春美丽。最重要的就是红包还可给我，不要停，不要停哦，不要停，点啦。